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礼运大动篇。是方陈志先，大家好早，好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咱观看孤独会积者，皆有所用。观看孤独者，每个人拢会当着，无论是王侯、将相、凡夫。遭准拢会拄到悬挂孤独、费折者的人，那么咱如何面对着未来会发生的问题？那么悬挂孤独者嘛是对咱每个人一种教育。圣贤、佛、菩萨，甲咱开示，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，一定会拄到孤单。孤单，但是咱爱有条路。咱孤单、孤单，要如何来面对着这个问题？大家都会发生，拢是如影随形。哦，你走啊多伊，约啊多伊，即使你唔走，嘛是会发生。那么人伫世间。要我计较啥呢？所以咱的国父十处的革命，十处呢就是安尼，意思看咱的心，咱满腔的腐败，就是咱人教书甲咱提醒，咱人做人处事的腐败，都爱革命，啊爱改革，家己的命，命呢？是咱累积所因因果果带来的当下的果，叫做命，叫做爱革命，啊，革除咱家的歹习惯，然后创造自己新甲希望光明之命。可惜呢，咱无了解到国父，伊实现伫世间十处革命，就是十，啊，十就是心。到最后来成功，成功是安那成功超越，叫你爱有坚定的信心，啊，不偏不倚的信心，拢叫做革命。所以各位，和咱自己的命是如何，咱对现在咱的人生都清清楚楚。啊，本人呢？在2008年，举行着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，啊，奉请着中华民族5000年来列祖列宗15615世老祖公，因的圣灵来到南口大体育馆，啊，纳受咱世界各国等来华侨，啊，因都等来。大家共同来甲做些呐祭拜以外，来表达着咱每个人的心声。那么咱现在遮侪物事呢？因为历史以来的战争，遮尼济每一位天主、帝王、皇帝，伊爱心、智慧无够，互相造成这个战争甲斗争。那么历史以来这么多的因因缘缘何时了呢？因为战争所发生出来观看孤独费积者是有够多，这也是我们
老祖公遮个皇帝、天主、帝王，智慧之不足所发动的战争，遮个演化遮个的盛世，这拢是咱中华民族悲哀，甲咱无愿意搁再发生的。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咱每个人，活在灵魂的世界，过来世间，也是咱来自世间之中间，因为咱拢会面对着关关孤独、愧疚者的问题。好，那么咱要如何来面对呢？要如何来调养自己的心呢？该有所用，是调养咱自己的心，甲咱的念头。要解决这个，一定咱的领导爱有宗教的素养，嘛爱有宗教的修行。若是咱若无宗教，你甲先看夫妇，也是啊，这种啊，唔是咱台湾人民所需要的。是安怎呢？一个神都未敬，咱会敬百姓，会敬人，这都无可能的代志。就我都去解决到关挂孤独费积者，即个咱的共款的百姓，共款有一票来投予咱做总统的人，咱是安尼无都来个找出一条路，好，咱只关挂孤独费积者，搁较一个关的境界。安大众之心呢？所以各位啊，咱人生当路中间，咱一定爱有什么款的心态呢？人安怎，咱个想我咱的嘛安怎，将心比心。所以咱伫世间所遇到的关关孤独费积者，自历史以来。15,615神的做的做这样的一座神啊，拢同款会拄到关关孤独、废疾者、破病人、残废的命运。所以，咱既然会拄到这共同这命运呢，咱要用什么心境来对待？这是咱当下政府，这重要部门。爱有这种心境、这智慧来领导，来为咱全民来消除这个惊吓、甲苦厄、甲恐怖、颠倒梦想的心啊！所以，关关孤独费积者，拢会拄着，拢会拄着这个恐怖的一天。但是，咱拄着恐怖，咱出去以后如何来？都一起考的，都一起考的，这是上大的问题。好，李三，各位是王神的心，人生长路路，一个喘气之间，安尼尔。但是这个喘气之间，已经都形成到咱人生的问题，嘛是在咱一个人喘气之间，形成国家安危的问题。或者咱一个事业、社会的问题，拢一直在发生。所以人生长路路中间呢，那么如何有法度和大众呢？和了解到关关孤独、愧疚者所遇到的事，咱的心态、心念要安怎来面对？这也是需要靠宗教家的因的智慧。理念来引导大众，咱内在心灵迄位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净哦，咱的每个人的佛性、咱的灵魂、咱的灵性哦，咱的心，这拢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。要是咱一个人伫世间哦，那么高。孤单的时，咱有的人是袂堪去孤单的。一旦孤单就足无奈，天理眠床，囝无闲，查某囝嘛无闲，媳妇爱为了顾孙，媳妇嘛爱上班，等等。
那么咱一个人天日眠床的时候是无奈无奈啊。但是各位，这就是咱人平常时做人的原则。咱身体上惊讲歹去，世间的财富除了真侪钱以外，一个真重要是身体健康。身体健康以外，搁一个上大的重要的心安。建立一个心安，咱万人代事是毋是会做到问心无愧无？心安上重要。那么心安呢？爱用安心，安心，咱就只有反省忏悔尔。咱老大人，咱即摆呢？好、哦，阿免做什么行开啊？咱伫厝里咧，用用诶，咱甲过去少年以来，无论是俭省苦涩，好、哦，正正咧，贫富贵贱，喜怒哀乐，这问题提出来，咱慢慢啊，家己伫厝，一个梦想，一个梦检讨。哦，咱在反省检讨的中间，甲以后，咱心会非常非常的清凉。咱要有这个身躯，虽然我未惊路，也是未爬起来，也是未走，未爬，假使天地眠床的时，咱一定要反省、反省、反省，搁忏悔。唔对的，爱对咱所有过去的唔对的，其中。这件真重要，咱反省忏悔以后，吼、哦，咱爱甲咱的祖先啊，历代祖先阿公阿妈、阿爸阿母啊，哦，我什么时阵，哦，这里有做什么代志，有都唔对，哦，所以啊，我最经过我这几天的想法检讨以后，爱安尼才对，爱安尼才对，这个时阵。咱爱自己做判官，做法官来判定家己过去是对唔对，爱家己真客观来，啊，做一个判官。然后对，咱就啊阿母啊、阿公阿妈啊、做阿太六来做先啦。吼、哦，我什么时阵这件代志我是对的，因为原因是安尼一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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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过，讲哦。咱老祖讲啊听，也是啦，唔对啊，我这唔对去，爱安尼才对，请恁唔通甲我同款，请恁唔通对我安尼，较早迄是唔对去啊，哦，今日爱改过，爱改进，但最唔用阁发生。虽然身体歹的时候，吼、哦，咱光挂孤独费一只，无可怕，可怕，干那怨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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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怨叹未了诶，这是上可怕的人生课题。各位是奉神之心，好，几个字王禅老祖呢，叫咱修心养性，养什么性？养咱的灵性，灵性就咱的本心的良心，咱的生命，咱的灵魂，咱的思考，这就是养性。各位，人的世间无偌高。好，咱一时感觉是英雄，反正刷咧，伊业力欠债的时，变作一个真正悲哀的人生嘛，作者。啊，一个人啊，感觉真飘飘的人生，真久了就变作一位真正，哈、哦，意志消沉的人，这样，了真济人啊，真有可能。一个人呢，伊身体真正歹。无要紧，咱即使坐伫天椅、坐伫轮椅、困伫眠床的时，咱爱会晓想加较早过去的代志，咱有共骂，咱就共回心咧，家己心内讲啊，我过去共骂唔对去啊，我过去共踢笑的时，咱嘛爱讲哦，我过去唔对呀，哦，我有分自卑，我过去共踢笑笑人，孤笑比无畏我。嗯，对去啊！啊，我过去讲侵占人，哦，侵占人资产，侵占人财产的时，我爱反省忏悔，干过去唔对呀。咱过去侵占人的辛苦身体的时，咱爱忏悔
啊，我过去就唔对去啊，我甲佛祖、甲咱祖先、咱兜的神明会唔对，啊，甲互咱受侵占的人，咱甲回失的啊，我唔对去啊。即使你唔知道一直多嘢事，咱当下咱家己冷冷静静，咱心头家己清楚，咱来回失的，这个灾业才化会开。若是我啊，咱讲欠钱，我多行。哦，那么咱爱讲回事咧，原因是多于爱欠人的钱，是安那事业做袂好，是安怎？咱爱自己提出来反省检讨，然后做真正正确判官。哎，我某某人当时你才讲欠钱一下，唔着爱行，爱反省，爱忏悔啊！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为心信教尊重。各位十方天地仙，国家的福利，咱台湾，好行到这程度来，已经民主啊，咱国家全民的福利，咱应该爱来学外国先进国家，因为国家是咱大家全民拢是股东，每一个人。都是国家的股东，包括开始有心以后，就已经是咱全国全民共同的股东啊啦。所以咱对社会福利，咱过去当然对老农津贴，啊，但是咧，咱英明的津贴。甲咱老农的津贴真济无合理，好，咱过去咱老军人呢，好来到台湾，咱嘛是爱农民辛辛苦苦来种作，啊，种作好，大家叫他吃，叫做立足之地。那无只农民辛辛苦苦的种作呢，好种田、种果子、等等的事，那有今日？全民这么富裕呢？战争是真重要，保护国家真重要。但是保护国家的最基本的原动力，就是咱的农民。无他吃，咱变无脸；无他吃，白天上地就无可能；无他吃，吼，咱要过马仔就有困难；无他吃，本身国内家庭就战争。免讲甲外面甲啥人来战争，所以农民的福利、农民的辛苦，咱整个咱这个大公司、咱这个国家的大团体，应该出去以后重新思考咱的农民的福利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啊，曾经咱真侪信徒代表，啊，因呢常常的怨叹讲，师父。咱的国家哪会安尼？哦，英民是真重要，讲公营，阮农民嘛是英民呢，阮嘛是真重要呢。若是无阮辛辛苦苦来种作，咱的较大的军人，你要食啥呢？无可能的代志，何况个战争？战争无军粮，要战啥？家己先死里半路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咱这个农民呢、啊。啊，真济咱的百姓、咱的信徒拢是农民，这方面呢，吼，真正内心拢一个怨言，内心呢拢真正怨叹。咱的委员呢，咱出去，啊，以后咱的人民会当得到咱国家，和咱大家所算起来，立法委员嘛好，或者咱的经济专家、咱的总统等等。一旦看较远咧，心量较圆满、较圆融，来提出即个各种的建设、建国，予咱成为一片的净土的台湾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，人生长路路，但是咱伫世间，咱的打拼拢是平等的打拼，即使一个囡仔出世出来。两岁三岁，伊就无得了啊！但是伊在生殖中间的义务、伊的责任，啊，伊会
哈，用心也福报，拢是有互相效应。啊，咱唔通讲桥过过啊，单调水无痕，这个拢是无啥合理的偏差的见识、见识加正见。各位，啊，咱人生在世间，六十不离休。啊，等待好事再来游。这六十年。人生宝贵的时间，咱难知要收的是，等待打一蛇过来游呢。何况咱要悬挂孤独、费劲者，身体有病，一咱的乡亲、咱的朋友，等等呢，咱的国民，咱应该除了做国家全民共同啊，这里提出福利政策来照顾以外呢，咱。内心自我、内心的教化、内心自我的教育，足重要，足重要。人生过侪无遐久啊，咱当一旦发生病体、病魔较为入侵的时，咱要安怎行呢？出去咱要安怎行呢？这是一个咱非常得达到的咱重新思考自我，搁爱。家己教育家己，所以咱才有宗教的修行。宗教是咱心灵世界，是天地立宗，圣人立教为宗教。圣人所立的教育方式，是教育咱内在咱的灵魂的教育。啊，国家社会的教育是教育咱人有形体这个身躯的教育。配合内在咱思考灵魂的教育合二为一，是世间的教育。但是宗教是直接进入到咱的人人心内底，建设生活、直至人心的教育。那么咱一个人辛苦歹去啊，官官高的配置者，安死莫死去啊，咱一人如何来教育这个问题呢？这是一个大工事，咱一个人真孤单的时候，要安尼去自我教育啊！咱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无人要插的时啊，子孙啊唔插的时候，咱要如何来自我教育啊？那么残废的人，咱寸步难行以后，咱进前或者这中间，恁如何来自我教育？啊，破病的人常常破病，是安尼会破病，这都是咱人足重要的教育，该有所用。用唔是讲干呐讲好，会当老直直食，食甲死就煞，光一台火烧掉去，吼、哦、变作一红，找一个胃坑咧，安尼啊，唔是安尼尔。心灵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。咱委员，咱台湾已经行到这个民主时代。我委员呢，咱这里都未来，咱的领导者一定要有宗教的作用，啊，有佛祖的慈悲，宗教家的作用，啊，有佛菩萨的爱心，来共同建设咱台湾这片的净土。好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通篇》。礼者，对待。咱一个人，两个人中间的对待，君甲民的对待，啊，政府甲政府的对待，国家甲国家的对待，团体甲团体的对待，咱拢是有礼。啊，有礼者必有德啊，无礼者必有失。咱现在是科技进步的时代，科技进步的时代呢，要是离不开咱的本性是礼。尤其呢，咱礼呢对待他人以外呢，
对待自己的良心，这个礼搁较重要。所以几个字王禅老祖来时时甲咱提醒咱学习太极，哦，咱的八卦太极一阴一阳的法则。咱若是对咱的心嘛好，对外嘛好，对亲戚朋友嘛好，对咱家庭任何一个人，咱的礼非常的重要。既然咱大家人甲人中间都来世间都斗阵啊。这嘛是真有好的缘分才会斗阵。咱在这个国家内面，咱嘛是真好的因缘，咱才会共一个国家共同来建设着咱台湾这片的净土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啊，伊来个台湾这个所在呢，啊，因为伊伫香港。啊！伊到咱这个节目伫香港拢有看的嘛，啊有看的时啊，伊就来到新闻室来啊，来到新闻室咧，哦，伊一直在赞叹着王禅老祖传这妙法，啊，即拢无私心，将一更加风水的妙法咧，尤其这本咧，哈、哦、风水的妙法，拢无保留，将这类妙法。甲传出去，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啊，伊含因太太来，伊就自己心内真正感动讲，师父，阮伫香港要学易经甲风水，确实爱学了真诶真少。那么我在电视中听你伫讲，伫开始咧，我而且咧，我嘛用钱来划拨来请一本。小小一本呢，已经就将我的问题拢解决掉去啊！所以我今日特别要来感谢着王禅老祖的庇佑加赐这个法宝予咱。那么，请问师父，你是安那拢歪保留？哦，保留一挂这个妙法，啊，为着你的饭碗嘛好，或者未来个你生活嘛好，你哪歪保留？我有啥都保留咧，这是恁每个人大概拢有诶物件，只是恁大概拢未记哩嘛。所以未记哩，造成着咱一个人伫世间诶无奈啊。哦，所以我必须要全部公开伊世上，我无啥物好保留诶所在，嘛无好啥物暗藏嘛，暗藏到我无自卑嘛，暗藏我都无力嘛。我应该以礼相待，我对法用礼来相待，来尊敬；对大众，我嘛爱用这礼，以法来回国于咱的朋友底下，以法来回大众，以法来回心，这嘛是礼啊！这位两阿母咧，听着非常的感动，有师傅啊，我当在香港。我也会继续个弘扬，好，咱师父这个贵国主的心法在台湾风水学的工作，啊，这是贵国主心法在台湾，啊，仰贴风水学的工作，这本呢是咱中国咧，啊，咱的妙法真理，一项简单的真理妙法，啊，讲出来，大家用得到。你用会到者，必有益于大众。这嘛是我例行的一个例。所以咱伫世间万行代志，咱达最明自闭、孤僻。一个人啦，孤单孤僻的时，咱一生过得非常的痛苦。原因就是安尼尔嘛。我得到一个哦法宝，哦我的宝呢呢，哦你要爱创啥，我都爱偌济钱。好、哦，你爱我给你斗三个，爱偌济钱，千错万错。这个法宝每个人有，你会拄到这个人的姻缘，家己多生一定有爸囝、爸母，还是母囝、母囝，啊，等等的好姻缘存在，咱今日这世人才会相当。所以各位啊，咱爱了解的是，咱会过得真正心安，真正幸福。
你快乐，这就是你。所以各位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咱的念头，你在咱的行为，咱的表现，拢是离不开着你。也是咱对这个物件，哦，我保守，我一定要直直避起来。现在想尽办法要来偷摕这个物件，偷摕这个法宝，偷摕人的钱财，骗人的钱财，劫人的钱财，怪人的钱财，乌龙蛇多的事，你即是无力，对自己良心无力，对咱的祖先无力，对神对神无力。那么咱做人有啥意义？无啥物意义嘛，咱所存是一点良心命嘛。那么这咱就是废人一个，咱想尽办法要来骗人，想尽办法要怪人。那像现在常常用个电话，哦，我这是电信局要创啥，还是邮局啥，银行创啥，哦，卡电话讲怪讲骗，这拢是无理的人，你所得到啥物件？得到一个罪过而已尔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咱这就变成一个悬挂孤独废疾者，哦，咱就变成残废的人生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希望各位是奉神理心，咱多听圣贤之真理，自我反省检讨，一定即是你会在实现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。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，为国修。各位是奉神理心。今日是咱土地公的生日，圣诞。不管是圣道，还是出世，还是贴福，这拢是在开始咱人爱敬神。会晓敬神的人，伊一定会当敬全民。未敬神、轻视神的人，这个人呢，伊未达最未去敬着大众，未敬他人。尤其咱国家的领导者，咱爱要敬神，若未晓敬神，你讲会晓要敬百姓，我就唔相信。啊，所以咱今日托你讲先，咱呐今日呢，咱大家哪有时间食，穿着香、花、水果、糖仔饼、买金纸。咱去甲土地公拜拜，而且获得精神土地公专施，咱只供养的功德来回向予咱的护法神、守护神、路头路尾好兄弟。而且呢，咱拜土地公的时，咱袂使讲去，赶了就走，这唔对去啊。这原因出在过去咧，都有一个人啊，啊，伊就去拜托你讲，啊，厝里咧，向红伊个灶啦，伊个鼎，火未是去咧切，所以啦，啊，伊去拜咧时啊，哎呀，我厝啊鼎火无切，吼，伊就紧咧拜拜的时候赶咧走。人家问我你还紧做安尼走？哦，拜托你讲，袂用拜伤久，啊，用走赶走才会发，是这个捏出来。所以要的人来拢，哦，我拜托了坑呢，啊，就赶来走，将心比心。人赶物件，互你，要互你食，你都目面还袂乌起，目睭袂看见呢，就赶来走。这敢有理？这无理啊！所以爱有智慧啊！那么咱今日要拜托你讲，爱虔诚的心，三星修理，不是托你讲给你吃的。三星修理，咱仰仗福德精神，专施护我的护法神，我的守护灵。或者完成祭祖，和我完成祭祖，或者所有好兄弟因有他吃，这即是你。咱若有你吃，你等于事业
啊，灵魂世界，即好兄弟护法神像，都有咧来对待咱，到保庇咱啊。所以各位入风随俗，入境随俗。那么入这个门风，也是社会的风气，亦有伊生存的文化价值。若是咱若了解着这个文化价值的时，咱依照文化啊风俗，咱的礼敬着神圣，嘛是礼敬着咱自己的心啊。咱拜福德正神土地公，是启示咱，咱唔通干咱目睭看看看天顶看大神，大神无咧干咱插。咱若有大灾难的时，大神予咱智慧。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当下咱每一天生活的问题，拢是息息相关，所以咱爱有礼，有礼才会当共同来开创咱一个事业的成功，事业的和谐。所以今日呢，哈，咱过五十以后呢，或者录音。一点以后或者录音，日头上中午是顺凉，一点以后的录音滴滴落滴落。咱拜托你讲咧，咱上方便是录音以后，录音以后咧，咱这个好兄弟拢会来，咱的完心祭祖拢会到，吼，咱的护法神像拢会甲人骂会到。咱在这个时阵来拜托你讲，啊，托你讲咧，福德精神来。照着伊的神通力、伊爱心，将咱祭拜转世。那有的人啊，庙烧金纸，我什么佛的、什么道的、什么教的，吼、哦，咱庙烧金纸，千错万错啊！你认为讲啊，佛做咩金纸？咱所拜佛做咩爱金纸嘛？是咱的孤魂幽灵。护法神像，五路的好兄弟，因爱金纸之光，照耀着因的心田。哦，是这个用意嘛？那么各位啊，咱拜托你讲的是，啊，咱都用三星，用酒呢？先爱三星呢？鸡啊，猪肉，鱼啊，是安怎呢？因为咪托你讲安尼食的，咱的完完整整。咱的家庭界，咱的合法身上，吼，路头路尾，咱公司门口，吼，店门口、厝后、内面，即地基主、地基灵，吼，咱的厝前、厝后无事孤魂男女，咱仰仗福德精神，将即个给咱转世来供养祭拜，这也是你，啊，金纸的修法。寿金、福金、托利公金、四方金，啊，这三项呢，第一寿金福禄寿，啊，第二呢，福金，咱有量就有福，啊，甲咱提醒，咱的灵魂世界合法成长，一定爱有量，嘛提醒咱个咧爱有量，自然就有福。四方金，咱四方。咱所供养是予咱这所在四方的路头路尾好兄弟，甲咱有缘的好兄弟等等，因会当纳受着福德精神的转世，因会当心开意解，鼻腔肯达破，会当得到这个法味，而且会当速速往生净土，享受法缘。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，尊天法治。各位是方神知识，福德精神在天台，拜法慈悲降下来，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救速福以消灾，福德精神。在天台大法慈悲降下来，五顶一心虔拜请，得救速福以消灾。搁一遍咯，福德精神在天台
大法慈悲降下来，我等一心虔拜者，得求四福与消灾。这就是咱拜福德正神土地公，咱香举起来爱念的四句偈。啊，这四句偈是咱甲神、甲福德正神、心甲心接灵、接心的名法。嘛是一个理，也是咱要无了解这个情形的时，各位，哈，恁以后会使哩来咱神学寺，哈，咱啊，或者咱基金会，咱来请只福德正神真经，哈，福德正神真经呢，哈，内面呢，哈，咱的基文非常非常的殊胜。那么福德正神呢？啊，伊咧，即个啊，所有一切咧，啊，那么真言妙理拢在经中。那么现在过来，大家阁看一下哈，啊，圣神咧，咱而且福德正神在天台，啊，大法慈悲降下来，啊，重点是我等一心虔拜者。得求四福与消灾，能拜神，这就是上好的礼。一礼来奉请福德正神，一定会降到咱的家中，降到咱的身躯边，降到咱的心田，赐福咱有这个智慧，来当消灾解厄。咱人生事业都会顺遂，这对神嘛爱有礼呢。神唔是爱食咱的物件，咱拜拜了，咱嘛挂灯应该你食的，买一条水果500块遐尼好，你拜托你讲煞，你嘛是提灯家己享受去食，福德正神佫甲咱加持，咱食了佫平安呢。所以我这些年来看到咱真侪信众大德，啊，伊公司的工厂，啊，伊福德正神呐，托你讲，伊若供养着者，真正虔诚来供养的时，伊的事业是成功的，啊，伊的员工是和谐，人甲人中间会当以礼来相待。啊，曾经咱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一出咧工厂。原来做了真顺事，原来呢，啊，伊的事业还可以。有一天呢，心很来调，伊就请先生，甲讲啊，先生啊，我要按托你讲了。啊，托先生了，啊，你的命托你讲爱坐什么向的，爱坐什么向的。所以伊托你讲，伊就请大家，伊嘛无开工点管啦，啊，无开工点管呢，伊就揣。请庙里哦，迄个土地公庙咧，啊，香烟哪哪咧，请大家都坐咧就拜啊咯。咱拜土地公，按土地公有诶两种土地公，一个是假主人，一个保庇主人诶。结果咧，一按咧按着假主人诶土地公，假主人土地公就孤魂幽灵。哦，孤魂幽灵咧，啊，一切都唔是正土地公来制作，表面上迄金尊就是土地公，福德精神，但是内底灵魂所制的这个咧，哦，灵魂界是好兄弟，哪一家咧特别吃呢？我都保庇你的事业。伊来搞师傅啊，我是安那土地公安了咧，事业滴滴，零零清清滴点的，我都用我家卜卦。我阿弥陀佛，讲白虎明当，白虎当者不知伤财呢，也伤车。咱比如我向阿你去，啊，所有机器、真材、长城机器，平平平平拢伫虎明，拢伫正明。正明是伤车，就伤财；伤财就是伤车。你事业当然袂顺心，太太身体直直歹。这是一定的道理，你讲舒服啊？哦，我唔知是甲托你讲得信是不是安尼？托你讲未计较你的得信哩，未甲你计较，
这是你家己的风水妙法，你唔对起，违背着风水，违背易经一真理，所以影响就是你事业未顺势，速速换位换多病会震动。你讲现在我太太是伫病院，吼真严重，严无病，人四肢无力，吼耳啊轰轰叫，头壳来脑海来咧，拢是有听在讲话。这是啥？我这就是你的福德精神，你按唔到位去啊！叔叔，你等下换别个位，反正伫你两边叮当的机器，安尼就好啊。要安法咧，我有一本《安托利讲诶安神诶原则》，内底有咧，吼、哦，那么你就请等下开始安。啊，等下咧，吼、哦，就看着好日，重新安了以后咧。好、哦、太太说得就好起来啊！我来听到呼呼叫咧，阿说无代志啊，这就是无去啊！啊，生理开始就是稳定落来，所以福德精神大神大道，因为甲你保庇，你若按唔对，嘛我都甲你保庇。这就是咱爱捌一个理，理就是法。咱若无这个法，唔知道这个法，所以咱唔知道这个理。一时啊，咱自己烦恼会作些，所以各位啊，咱唔好讲话啊，师傅拢在讲风水安尼啊。啊，事实上呢，风水啊，都是咱人生活的方法。风水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风水。那么，生活甲风水中间，甲到是下咧，这也是咱李文大东篇内底所开始的。哈、啊，那么一切法。拢是咱生活之中。